你见识一下百分百的赢来了啊。那些说赢不可能有百分百的，那是你见识太少了。几十年前金匠做的，不参加的赢，自己看自己看。橘子又来了，我们包，现在包一个好可可。百分百的赢，你们看过这个标志吗？你们四五十年以上的以前的金匠师傅做的，不用问价了，这个我打死不出，我打死不出。工艺这个东西不是你给钱我就会出的，这个我打死不出，不是现在的新师傅可以做的。你看他的方形做的，师傅帮你扣，艺术品，老子要疯了。同志们，真的以前几十年的金匠师傅做的东西，你看形态都完全不一样。只有三个把我全收了，只有三个，这个是王者。你们不是说不可能存在百分百的赢吗？几十年前的老金匠做的百分百的赢，朱丽就带你们长见识。博物馆收藏级，百百亿，博物馆收藏级。好好训练吧。花钱的快乐，同志们。啊，你们喜欢新的，我就喜欢老的啊，老的老银啊。泰国玛瑙切割的顶级，老板说给我准备了几十万的货，突然那个压力一下子就窜了。你跟你讲啊，高货女王，我跟你讲，太有压力了，太美了，各种的艺术品。泰国最好的玛瑙切割，纯美珠宝级。你看别人就是镶这个锆石都是怎么在镶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工真的是这样来做玛瑙的，我的天哪！定制一条三个月起，定制一条三个月起，我的天，这些工真的太美了。我还活着，哎，把老板的凳子看上了，不卖啊，哎，人家不卖。那下面是怎么样的？你看，同志们，欧洲很多的雕木也很漂亮啊，我超喜欢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这里的工还不够精。各大哥看到雪花都头疼，你看。